又吃米肠呢。你们蒸的时候带着这个袋子的蒸啊，就是内袋外边还有一层。然后这一袋是一斤，下单的话是发2斤，2斤的话就是2袋，特别软。这个米肠里边是猪血跟糯米，你要是能吃猪血的话你就能接受，你要吃不了猪血的话你就接受不了啊。然后吃米肠一定配上这个辣白菜。特别黏，特别糯。这里边的米是糯米，他俩放一起绝配。